这个西来儿童乐园提供八种的项目，有溜滑梯、旋转木马、涂鸦墙、玩耍池等等。无论是走的、跳的，里面的小朋友玩得很欢喜。好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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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哦。啊，你刚刚玩什么？溜滑梯。你喜欢在外面玩，还是喜欢在这里玩呢？这里玩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好玩。就觉得还不错啊，就有溜滑梯啊，然后它的设备蛮多的。后面有适合那个龄比较小的，然后这边就比较适合那种比较活泼的、啊、比较大的。为着要符合小朋友成长发展，这个室内儿童乐园除了一般游乐项目，还有设计积木墙、涂鸦墙，以及将决明子当作耍的玩耍池。像细沙就怕小朋友会吸到粉尘，那决明子最棒，触感很好。那下去连大人都会觉得很温暖，那个。好像在脚底按摩一样，很舒服。馆内有真侪游乐区、风景点，但是要找一个会当让人放心的游乐空间，可能真少。因为家己嘛有两岁幼儿，因此业者特别设计打造这个室内儿童乐园。我也经常在斗六，都找不到比较适合，因为我怕热又怕蚊子。我想很多家长也有这个困扰，所以我就想一想，就因缘际会又知道有一个不错的落点在市中心，所以就毅然决然就做做看。因为业者强调所有的器材环境，那是符合政府单位安全无污染的规定，更是以欧盟的规格严格要求，让家长真放心。你觉得这里的游乐环境安全吗？就是很适合小朋友玩吗？很适合啊，很适合。对，比起外面公园比较干净。啊，最主要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安全，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吼一个安全、有趣、啊很欢喜的环境。虽然这个室内儿童乐园的门票介绍有家长嫌贵，不过自开幕以来，入园人数一日上悬有达到4-500人次，真受到家长的欢迎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